这也没什么用啊。 剑魔，你都看累了，你还能玩得动吗？我能啊，怎么不能呢？刚才说我们吃经济那个兄弟啊，他肯定不太会玩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觉他肯定不太会玩，你就听我。 啊！我说他是傻逼，他就是傻逼。我说的肯定是没错。上马能不能赢？上马能赢，但是没有必要了。那塞拉西就不配赢，我可以带他们赢，但是他不配。 害人精！哎呦我操！但愿今天我能遇到些许挑战，让我可以掏出他们的心脏，但愿。 亏不亏吧，倒不是那么很重要。你看，就像上马，那杰那么抓我，我那波经验全让那个阿木木给我吃了。你瞅瞅他有没有作用？你看看他的作用在哪里？你再瞅瞅我们的作用，我就即使亏的再多，我自己我也能打回来。这就是我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 我只能点烟劝退他，我不劝退他，他一直追我，我就死了。
伤害不够。估计杀他伤害差一丝儿，一会儿再说。没到我时间点。那炸鱼，你炸鱼肯定随便打，那你知道我狠就完了呗，那你还逼逼什么玩意儿呢？那个人经验都让你知了，资源都让你知，那你还逼他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既然你都知道我狠了，那你就别帮别人说话，资源我吃没吃的，你就在那看着就完了，哪那么多话。我的心中存有黑影，比任何黑影更深邃。An enemy is unstoppable. Their惨叫声就如同回家出庄。出装备不一定能打得死的，下一波吧，下一波杀了。让我暂时忘记枷锁。哎，对，可以。出点魔杖随便杀，不用不用急。他带个收割，他没带强攻，他带强攻我出点魔杖还行。带收割打人不掉血，出输出就可以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打先锋去了。
打先锋，我压力就大了。这不跑我上路放来了吗？下边杀他，20秒以后杀他。没到20秒，你还能跑得了啊？回来！残破的躯体是失败的证明。下一件影魔刀吧，能不能跑？反正你死了，这把傻逼就剩你送，咱也不知道到底哪送了。我是看不懂啊！我打的这个蓝博，操他妈12分钟超神了！怎么有只蝴蝶？好看吗？
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淹没他们。 现在拿个蓝博1000还可以，后边跟着积木，没跟积木就好了，没跟积木这1000就是我的。 没空，他有钉，好像他有了个钉。寻找森林的敌人，耐心，亚洛克斯，要耐心，你的自由会来的。 雷挺烦人，别到了，这怎么一个人头也没有啊？ 这蓝魔啊，这么顺才12级。